发不发牌这个问题其实可能不是太重要，关键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香港都应该坚持一个程序上的正义。重要本身是政府，即系要交代下佢嗰个即系发牌唔发牌嗰个程序咧，点样决定嘅咧？我哋唔可以容許一個咁冇程序就可以決定到一啲關乎民生一個咁大影響嘅事。政府可以無情情咁就唔俾個牌人，而唔需要交代原因嘅，我覺得呢個做法非常之有問題。政府需要正視呢個問題。成件事都好唔公平嘅，因為即係冇一個公開嘅原因咁樣，所以。即係我覺得政府即係點都要交代翻個原因咯。其實即係能唔能夠生存到再發多三個牌咧，就應該由市場定奪到嘅。你有三個台，但係你都係肯發兩個牌咁樣，即係淨係我唔俾你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挑人性嘅一件事。呢件事唔係淨係電視台咯，係香港嘅核心價值咯。我都好中意你哋嘅電視劇集，希望你繼續堅持。我知你一定得嘅。你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加油吧。黃維基先生，我相信香港是有公義的，希望你我們會支持你。我希望電視業能夠百花齊放。作為700万市民其中一位，我都會感到很憤怒，抱著一個香港獅子山下的精神繼續奮鬥。好多謝你，黃先生。我想 online 也有很多人支持你，所以即使最後不獲發牌，其實有很多 media 可以做，都有很多即可以貢獻香港的一些東西。希望黃維基先生都可以加油，繼續不要灰心，很多人支持你的。在香港這個地方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其實一些都很多艱難的地方，但是其實香港也都知道有很多有心人，尤其是好像香港電視黃維基先生那麼有心的人去做一些有心的事。我覺得香港一定要很多一些這樣的正面，有很多這些這樣的好的地方給我們更加有信心，所以黃維基先生和有理想的人繼續去努力做的事，大家有理想的事。因為前一段時間我覺得藝術這件事是被人 bring down 了，即是香港藝術錢已經沒了，全部都是 commercial 的水流上，咁唯獨是佢一間公司，我覺得佢做嘅嘢係真係有啲藝術嘢喺度，佢真係注重 design 呢樣嘢 ，which 對我哋 Deboxer 嚟講係好重要嘅。我哋都想盡量宣傳藝術呢樣嘢，咁所以我係好 support， 好即係好支持 HKTV， 我好希望佢有多個牌，唔好咁 commercial， 唔好咁水流性一貫作風。大家好，我係鄭子健，我係一個街頭演者。我哋係學生。我是一个书店职员，我做出版的，我是做书店design制作人，我是一个学生，来的做 2A 的，我是做广告的，我是多伦多的华人，听到这件事很不开心，希望你加油，加油。拒绝政府黑箱作业，香港需要多一个电视台，黄维基加油，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加油啊！我觉得政府呢应该很需要、很需要、很需要听下我们市民的声音的，同埋代入下我们市民是怎样想。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加油。黄维基先生，加油努力，我撑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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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放弃。加油啦！加油！加油啊！加油！都是香港的一份子啦，希望你继续为香港努力。我哋要有选择权。